告人。从上海过来的，才敢过来啊！我是安徽人，安徽过来的。我是从大一开始，然后到现在大学毕业了，然后一直都是特别喜欢听告五人的歌。我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喜欢他们的。他的专辑是放在宿舍里面一直听，听了很久很久了。所以明天早上再来技术彩排。好，上台前尖叫叫鸡叫鸡，现在放我放我要拍三十年呢，好的呀，再快一点，痛炸痛，哪一个？哇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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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那种我会忘记，就是在台上的快乐，忘记你是谁，有一点忘记，就是在台上的时候很快乐，然后没有什么烦恼，然后我觉得弹错打错是不是也没关系？哎呀，我也很想丑人多作怪。你刚刚才到，像那你前面有听到吗？班机延误了，对呀，听到前面的都没有听到，我从爱人错误开始。好的。最喜欢告五人的什么歌曲？所有。我终于来看了，我真的非常激动，非常开心。真的，现场跟耳机里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。明白，心里明白。我们常常有一个出标准，就是我们都是自己一定要很好玩才敢拿出去，是这个传统。在这个途中尽量的去记得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，我开始发现时间过得太快，然后就觉得哎，我在哪，会有一种这种错觉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靠吃饭，靠散步，靠各种彩排啊也好啊，然后看到不同的场地啊也好，去努力记得我们正在经过哪里啊。红糖来这个是我们的巡演卡车，它载着我们的所有人器材，然后音响设备，从纽约开来加州，它开了三天，它来了，辛苦。是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就是真的用这些歌，然后带着我们走到各个不同的城市，不同的风景，不同的感觉，然后去看，去学习，去享受，去感受，这样子，然后再把它写成歌，送给大家。不知道有一天，原来我可以站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。
然后很谢谢我的团员们愿意相信我，愿意把这些作品给我唱，大家分享这些故事，然后分享分享着，我们就在这里和你们见面了。我其实很近距离看他的表情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很开心。有些在比较慢的歌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就是那种就是在晃啊，然后摆动啊，然后表情很满足的那个样子，其实你就会觉得就是很值得能够给观众这些能量，而这样子的感受也会很直接，就是贴近我们的情感，然后觉得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，然后很开心可以完成那么多场的演出，每次演出都是最后一次。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唯一是我们的东西就是活着的时候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我们的，那我们要好好的去体验这个瞬间。